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天气。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，只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。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基隆25到27度，台北新北27到30度，桃园26到29度，新竹25到27度，苗栗25到28度。中部地区台中28到30度，彰化26到28度，南投28到30度，云林27到30度，嘉义27到31度。南部地区台南27到30度，高雄29到31度，屏东29到32度。东半部地区宜兰26到28度，花莲降雨几率30%，温度26到28度，台东26到29度。外岛地区连江20到23度，金门23到25度，澎湖24到27度。